不是我自我感，我说确实的，我不想放弃我家里面的任何一个人，所以说我要坚强。我们也不会放弃你的，我也得坚强，我必须要坚强，为他们每一个深爱我的人，一定要顽顽强强的活下去。大家都在陪着你，我们都在陪着你的。好，好，你赶快保存体力。这么大的房子，行。别讲话了，啊，没事，马上那个搞出来，啊。行，他说他想通过电话给自己的老婆报报平安，我们马上把电话切回直播间。我的老婆叫谭小凤，他家是商寨的人。嗯，哦，这辈子呢，我没抱太大的希望，只让我们两个呢，和和睦睦的过一辈子都行了。在我们的前方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战士们已经把这个救援器材给抬过来了。怎么起来呀？这个柱子它动不了。那行了，你就解放那个。这个支撑一下。一块地质板给它掀走。别别别，光别。下午6:30，这个营救工作正式展开了。好，你停啊！慢点啊，慢一点。看上面。两个。动了没有？动了没有？啊，动了一点，给我看看上面那个。哼哼，听说你喜欢的歌。我给你顶一下。哦，可以了。收。顶谁电脑去？顶了哪一个？顶了。红的。红的。顶多少斤啊？顶。不是顶不顶的问题。顶。是四百斤。顶。哎呦。来。用点力，陈姐，把我用点力。等一下。还顶不顶啊？怎么样？能顶就顶。顶四，已经是晚上的7:18了，救援工作仍在艰难地进行着。也只能想办法把这大顶上去。这个先吃场地，想办法把这个大顶上放下。我这顶那边觉得不行，拉下试一下。哎呀，一、二、三，哎呀！现在已经是晚上的8:01了，由于这个现场救援难度确实是太大了，消防战士们现在还在想尽一切办法对这名伤员进行营救。马上就出来了，不要睡着哈，淹死。没事，跟我们聊聊天，一会儿就好了。那个大枪，拿个干净喊的。厕所的，让他，你说从哪里出去就行了。哦，从哪出去？你马上就从这出来了啊。这个，快弄啊！1、2、3，走了。没事了，陈坚，我听到了，好好的，已经没事了，你快跑起来的，能休息还休息不？怎么样？你感觉怎么样？听到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
感觉就是，我看事实大概有点重啊。现在是晚上的9点钟了，由于这个天已经完全黑了，这样一堆废墟的这种路况，要摸黑出去，那个情况很不理想。我，好，你看路。哎呦，好，斧头给你插，斧大手。哎呦，慢点。慢点，再上去点，再上去点，来，大熊啊，来，熊啊，放心，来，你要冷静。现在是晚上的9:41，我们已经跟随这些战士们准备把这个伤者运送下山。慢点啊！哎，你那个下坡怎么下？我靠，那下坡怎么下不去呢？怎么下？慢点。董哥，不要找人，到地下。找了，我看看。别睡。啊。哎。醒一醒！好早的电话呢，我们讲话。我讲句话。好。什么？很虚弱了，很虚弱了。已经晚上的10点钟了，您看我们脚下的这个路，要下山的确是太困难了。但是现在大家都在争分夺秒，因为早一分钟下去，伤者就能早一分钟得到救治。慢一点，扶着我。脚踩实了就行了。慢一点。保持平衡，慢一点。从这边，横着下来啊！保持平衡，慢一点。这不，横着那边下来，对，这边下来。上面啊，这边不好走。对，沿着这个预制板，沿着你。要命了，谁带路啊？春姐。春姐。这个放心，这一定放心的，春姐。哎，你来看一下这个。春姐。哎，不是，放心，没反应了吗？哎，先看这个。春姐。哎，先看这个春姐，不要了，你们可以害怕吗？先发生那个，发生，先发生，来，别坐这边，等一下，那边接，来，你没去吧？我那边可以，底下可以，怎么推出来啊？怎么推不？是抬进去了。不行，要抬到地板底下，这个地下要垫到地板。快，他的木板，我先不管了，你先弄吧。好吗？这样。好没？来，我来帮你。好了，你买个。哎，不行。好了。不行，这个得。好，这里面啊。鼻子跟着你，我跟着你好呢。我知道，我这样子来。哎，好。你们退了，真的不退了，这样人退啊！来，好，叫什么名字？春姐，来，春姐，谢谢老婆，春姐。坚持到最后了，你傻子啊！春姐，听得到不？手电筒，你们把手电筒稍微关关再看一下。应该没有了。我说我们下午一整个一下午就为了他，就是他一下午，最后他怎么会坚持不了的最后啊？